山东鲁能对深圳大学第五场，孙颖莎对钱天一，第一局，孙颖莎发球，0-0。好，来看决胜盘的第一局。0-1。2-0。决胜盘的第一局。非常关键啊，现在对于双方来说，那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啊，就要看我们这个决胜盘的情况了。双方现在都是压力与动力同在。形成相持后，钱天一的反手一直在顶着孙颖莎的正手在给啊，没有在回球的这种间隙上让孙颖莎有进一步去拉开手再加质量的空间。虽然主动是对的，但是呢，两个人尤其是孙颖莎现在来看，节奏要控住一些。因为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是一左一右，同时呢钱天一的反手要更加的强势，所以今天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孙颖莎这一场比赛他正手的使用率会更高。还是坚定正手的穿斜线。连续的追分反超了比分，现在孙颖莎是领先一分，场上比分来到了5-6。现在钱天一要注意一下对于自己的这种偏中线的底线长球。嗯，因为现在这几分都是围绕在中线给到钱天一，而且孙颖莎无论是撇一板或者是劈长到底线啊。来到中线的话，如果钱天一位置啊没有移动到位，下旋起板这一板失误率啊容易被拉起来，一定要调整到位再出手。有一些着急。
形成相识后，钱天一反手啊顺势掰开了大角度。今天两个人我们看在相持段确实啊做的都很好，而且来到了第一局的后半段就开始落点全台变开了，8-8。被顶到了反手底线之后，孙颖莎是顶住这个节奏啊，反手成功起板。孙颖莎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时间到，继续比赛。第二个比赛，钱天一发球，0-0。好，来看双方的第二局。孙颖莎的正手确实卡位卡得很紧，所以保证只要是来到了正手的发动上，每一板质量都非常的高。其实我们看这几分这几个球啊，钱天一的回球已经很顽强了，不过这种质量还是不太好有机会能够去让孙颖莎这个质量打断他，所以钱天一需要在节奏和这种落点上再去变，两个人一定要不停的变。1-3。2-3。把孙颖莎调动到了中台位置之后，钱天一正手啊锁住了直线。再次从孙颖莎的正手位突破，就这两分的这个战术落点是很正确的，
如果在自己的主动上手上锁到了孙颖莎的正手位的时候呢，再转回反手，这样的话质量的威胁能够更明显一些。3-3。其实通过平超的比赛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的选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都会有进步的表现，像钱天一这一场比赛我觉得他正手的表现还是挺不错的。形成反手的快速相持，孙颖莎的落点现在几乎都没有给到钱天一很正的反手位，都是在偏中线一些的落点上。变开了大角度，再次来到钱天一的正手位的小三角位置上。再拿一分，现在钱天一反手去穿开斜线的这一分的处理啊，还是有一定威胁的，双方目前还有4分的分差。还是变到钱天一的正手之后再回反手，因为正手如果现在钱天一质量给的比较高的，回到反手的时候，其实反手衔接这一板的质量会受到一定影响，而且稳定度也会受到影响。9-5。10-5，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局点。目前来到了决胜盘的2-0领先。第二局来看，形成到相持段，孙颖莎的变线的这种主动性会更强，同时呢在变完线之后会去移动开前面一连续的这种加质量的点啊，比如说这种被前面一站住反手位的话，它会连续的加质量，但如果一旦被撑开正手位再回到反手，这个时候可能前面一的碰撞就会出现一些。
三局，孙颖莎发球，0-0。好，来看第三局。0-1。这个球想锁两个直线，战术意图是正确的啊！先是发完之后抢了一板直线，然后再侧身，再去锁直线的时候呢，有一点着急了，这个点有点太早了。二平，来到了第三局，钱天一也加强了自己正手的使用频率。刚刚也说过，确实通过这一战的乒乓来看啊，钱天一正手的能力要比之前我觉得提升了不少。哇，好球啊，在远台位置上是先压了一板之后，紧接着衔接了一板正反手的加质量反拉。这头压住之后啊，找好位置。哇，好球好球，太顽强了，钱天一这一分打得确实好啊。我们看，相信这一场比赛对于每一名参赛的选手，包括坐在场边的队友以及在现场观赛的球迷和我们荧幕前的球迷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机会，一饱眼福。对，第三局现在是开局后，钱天一的这个战术的思路啊是有一定改变的，这种稍微偏中线一些的落点的球都是果断的侧身转正手吸板。现在呢也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整，从晚间的6点开始啊，到现在比赛已经维持了4个小时的时间。哎呀，这是个机会啊，这是个机会，其实机会球拉漏掉后呢，钱天一选择了暂停的机会。
他这个阶段不往前走，先往前。你要是发展很短，他介入一点的话，你就刻意的不长一点，他就超过了，只能去轻拉，或者你可以主张再拉的中间冲快两下。其实你发出这个还是主动，对吧？他正好测算了，但你干着拉这个，拉完就是拉的弱，不轻拉呢，反正就中间再连续再拉的重。然后切发球这块还是一样。好的，暂停回来，6-5。重发，6-5。6-7。7-9。这一版的出手稍微着急了一些，也是让钱天一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今天我觉得钱天一有一点啊，和之前不太相同的就是，他今天比赛的过程当中节奏提的都很快。11-7，这样的话，钱天一扳回了一局呢，决胜盘的比赛来到了。关键的第四局，因为今天我觉得陈天一也知道，如果自己在相持段当中呢，整体节奏偏慢的话，一定会被孙颖莎，无论是反手的加质量还是正手的加质量，这种威胁都太大了。所以在相持段一直都在提速，尽可能的去限制住孙颖莎的快速的这种高质量出手。这也是我们常说看到关键阶段啊，关键的这种比分啊，关键的局数的比赛的时候呢，精彩之处，你往往会发现有很多的选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会打出与之前与以往不同的一些状态和一些技战术。时间到，继续比赛，继续比赛。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四局。线长球，好球！这球，钱天一正手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其实很精彩，我们来欣赏一下回放。这个球你看，他反拉回来直线，那个球都是撇过来的，这个球是拐的。不过孙颖莎还是护住了之后，又强势的回了去。哇，漂亮，形成正手，擦边了。太精彩了，这一分太精彩了，两个人的地板相识仿佛开了这种快进啊。3-2，不过确实是在这样的关键阶段上，两个人都在积极的加质量，质量加的过满，就会有无谓失误的风险，双刃剑。3-3。今天钱天一的正手真的很顽强。其实以前我们看他比赛过程当中呢，主要还是觉得反手会很强势，不过今天的表现正手位我觉得完全不逊于他的反手。漂亮，调动开前天一之后，孙颖莎也是盯住了自己的追身位，侧开正手，果断的去反拉直线。两个人现在是把这种一左一右比赛时的精髓啊发挥的淋漓尽致。因为这种一左一右的比赛过程当中呢，相持它往往都是这种全台全面铺开的，不会像两名左手或两名右手这种单线的相持会比较多，一定是全面的全台全部落点的相持。4-4。好球，反手的强势发动，撕开斜线之后再次的去快撕直线。漂亮漂亮漂亮。其实我们看这个阶段的情况当中呢，现在两个人无论是谁的得失分都可以保证场上这一个球的回合足够精彩。5-5。
孙颖莎选择了底线长球，不过呢是被钱天一算到了，正手棋板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回到反手的时候也可以继续的加出质量。5-6。一的高质量拧拉到孙颖莎的正手位，7-6。今天钱天一这个上手真的太坚决了，因为这个球我们看，其实孙颖莎在反手棋板之后已经有准备要到正手位，但是呢这个质量应该是超过了孙颖莎的预判。6-8。孙颖莎采用勾手发球，盯住正手这一板之后是破釜沉舟的一板进攻。现在两个人都知道不可能再在质量上有任何的留手了，甚至都是在出手的过程当中拉出100%、120%的质量，拉满都不行，要突破啊，拉到突破。钱天一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10-7。控短后的质量很高，也是迫使钱天一在上手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的情况。9-10。哇，这个战术啊，胆色过人，真的是胆色过人。因为已经是在对方的局点情况下，还是落后的比分当中，能够去发到钱天一的正手小三角，然后寻求自己的侧身正手反拉直线。孙颖莎在落后的情况下连续的挽救局点，然后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侧身那一板是机会球啊，不过这种机会球因为是钱天一啊贴过来，所以这个球稍微有一些高，旋转没有那么强。11-11。经过一番争夺，钱天一再次拿到局点，太精彩了！今天这场比赛真的是看到我们啊，你真的永远不可能预判到下一分是什么情况。擦网，13-11，悬念再次的升级。这句话我觉得今天应该在我们四个多小时的直播当中已经说第三遍了，来到了决胜盘的决胜局。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看女团的最后一场争夺啊，经常会有一句话说太燃了啊，我们经常会看一些热血的热血番或者一些热血的剧都会说啊太燃了。我觉得今天这一场女团的对决也称得上啊这样的评价，太燃了。时间到，继续比赛，继续比赛。我们来看双方的决胜局。现在这一刻啊，战术是一方面，就是要看谁更坚定，谁更坚决了。我们看在后方的看台啊，也是后方的场外啊，也是此起彼伏，因为真的是来到了决胜盘的决胜局，每一分的得分，队友都会啊不自觉的起立啊，振臂高呼。场上队友的得分就像一个按钮一样啊，每得一分都会将这个场边的队友从椅子上弹起来。现在孙颖莎还是要在上手的这种节奏和速度上，我觉得尤其是这种节奏，如果不压制住钱天一反手的发挥，现在可能会真的比较被动。
在开局后的1-4落后情况下，孙颖莎叫了暂停。好，暂停回来。5-1。正手的台内机会啊，没有把握住。5-1，双方交换场地。现在钱天一的速度发动的太快了，而且现在整个人也不太退台，我觉得在中近台的位置上，他的速度啊，现在隐隐有一点要就是超过孙颖莎的这种速度的感觉，就是已经在速度上能够压住孙颖莎了。无论是领先的钱天一还是落后的孙颖莎，现在这一局啊，两个人现在都要一分一分的再去咬。被劈场顶到了反手底线，形成相持。这时候孙颖莎没有再去相持当中主动的加质量，而是加速的去不停的去提速衔接，而且正手围着几板压的都很快，而且这样的快速衔接在没有完全加质量的时候呢，钱天一在反手也不是特别好去借力发力。今天钱天一正手的发挥我觉得真的很出色啊，而且在直线的处理上命中率太高了，有点9-5。
正手的主动起板之后衔接反手撕开斜线大角度，质量真高，真的真的太高了。连续正手11-5，这样的话钱天一也是在落后的情况下连续的追赶，以3-2的比分战胜了孙颖莎，也是为山东鲁能贡献了关键的最后一分。那这样呢，在我们女子团体的第一阶段第5轮的最后一场争夺小组第一的比赛当中呢，山东鲁能就以3-2战胜了深圳大学，获得了本次我们在中超联赛第一阶段当中的第1名的位置。